离开了三年多，然后大家都还没有忘记我，然后还这么多人来现场来支持泰山，啊，真的非常感动。大家好，辛苦你们了，各位就好，好，谢谢，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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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媒体大哥朋友们，还有我们的记者大哥大姐，来，我们的请。全台湾都欠他一个引退赛，因为他是张泰山啊，嗯，对，所以就是一定要有个引退，一定要有个引退仪式啊，就很遗憾，然后就还蛮神奇的，替他感到不值得。对，我觉得是蛮遗憾的，所以今天这一场才一定要来，真的有一个交代了。然后其实刚开始，当然职棒退下来之后，我是真的很想要在球场上跟大家说再见的，看到很多。以前好久没有在球场上看到的球迷，然后甚至卫权的，然后新农的，然后这次说我们 这次为了来看看你，然后我们再回到球场上，然后还有很多跟我讲的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来到这个球场了，所以来到这个球场他们充满了很多的回忆。我听到了，当然然后 脑子里的影像就马上呈现出来。我在这里创造了很多的记录，然后这边有很多我的回忆，然后甚至我们新农的球员也在这里有创造了很多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回忆，非常的感动。对，啊，对啊，对对，你在这里哈、哦，你，我需要，等一下你要大声一点，6:20，球员跟艺人。就准备下去，是直接到那个一垒休息区，6:20，还到这边下去嘛，对不对？球员跟球员艺人歌手，哎，你台词准备好了哈？我没有台词，好了，我不知道我没有台词，他们有帮你准备那个，那是感谢词而已，感谢是感谢人，不是感谢，没有讲台词，随性，随性，反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来，那个各位现场的泰山说，所有球星跟艺人麻烦跟着他脚步移动到一垒侧那边休息。要准备准备。脱帽子。脱帽子。球员。好啊，好啊，忍住啊，忍住，别哭哦，别哭哦，忍住，别哭哦，忍住，忍住，别哭。有要哭吗？我怕你哭了。忍住。我最感谢徐老师，谢谢你在天上一直照顾着我。老师，如果没有你，中华职棒就没有张泰山。师母，谢谢你。说好不哭的嘞，谢谢。22年的坚持真的不简单。接下来泰山用22秒的时间，把他身上的球衣脱下来放在他的脸上，象征着泰山正式退役。我们不会来哦。
背号49号，张泰山。裤子要脱，裤子要脱。只要脱球衣就好。满装衣换你穿了。很像一个爸爸啊，嫁一个女儿出去啊，也算蛮难过的，也蛮不舍得了。这个都是我们目前新农牛球员目前的一个心情啊，就是有泰山的成就，让我们再度回到台中球场。真的，一句话，谢谢泰山。想起以前的事情啊，就像我刚跑到投手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以后会继续打球嘛，在。穿着新农的球衣一起打球，那种回忆马上涌上心头，就会觉得很像是一个梦，也很高兴，就是泰山可以光荣的隐退嘛，然后希望他未来的路可以很顺利，然后可以带领下一个张泰山，可能更多的张泰山这样子。我觉得准备这个活动就是让球迷可以圆一个心愿，也圆泰山一个心愿，这样让大家都可以就是可以一起。参与这个过程，然后最后找回当初的一些球员，换回大家一些回忆，觉得很棒。就是它代表四个字，就是振奋人心，创造很多记录啊。然后再来就是，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其实就表现非常好。对，我觉得这都是从我年轻的时候就振奋到现在。感谢你对台湾棒球的付出，然后很高兴是在你的时代长大。身为一道彩虹。森林王子张泰山，谢谢，谢谢，谢谢所有的。